Hello，大家好。你有没有跟我一样在法国生活10多年，吃瘪了又说不出口难为情的事今情天就呢？想分享一下两个听起来是很无聊，可是非常的荒谬，又让你觉得心灵有被伤害的感觉。第一个也是我觉得最扯的事情是，我被误会我在酒店偷香蕉了。偷香蕉。发生那是在瑞士疫情以前，我是跟一个旅行团带着我爸爸，然后从法国出发去瑞士旅游。当时是学生，所以我觉得在瑞士那么消费高的地方，如果可以跟华人的旅行社，那消费是比较可控的，不是全程开车。开大巴的话呢，他就可以住郊外的酒店，所以整个费用就是比较便宜。就是在其中一个郊区的酒店。我怎么被污蔑偷香蕉的？想起来我还是觉得有点尴尬。当时已经不习惯一团华人，然后出现在一个欧洲国家。在外地旅游的话，哪怕你是跟一个团，然后面临别人的眼光，有时候是不好受的。其实就是有点被歧视了。那一次呢，是在一个早上，我们在吃早饭，他就包了整个偏厅给我们到那个酒店是包了一份餐嘛，然后其中就有一个苹果，我本人不喜欢苹果，我就果断的就把这个苹果就拿在手上嘛，然后可能在车上的时候在吃，anyways，出了偏厅，然后在大厅的时候我就发现，哎，外国人，因为偏厅被我们占了嘛，他们外国人就在外面，像阿贝后一样就站着吃早饭，一些长桌，然后上面有咖啡啊，有蛋糕什么的，然后被我发现了有一盘盘的水果，其中就是有香蕉嘛。然后因为我本人真的不喜欢苹果，就一心想着，哎，那我就拿我的苹果去换个香蕉好了。那我也没打算问谁啊，就是一个水果嘛，是吧？然后好死不死的，就是我在换的时候，就有一个保安吧，就站在就背对着我，然后靠着那个水果盘，然后我刚伸手去把苹果放下去，就是刚放下我的苹果的那一刹那，保安转过头来，他就跟我说：“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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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这个水果不是给你的，用英文呢。”然后我就哎，很激动，因为他没看到我把苹果放下来，然后我只是想交换而已，说啊，没有，我就想跟他解释说我是刚刚把苹果放下去，我想拿个换个香蕉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说你怎么可能有苹果啊？然后怒气就到这了。然后我们是旅行团了，你们有没有看到那堆人呢？我说我们就从偏厅来，然后就是每人一份早饭，那就是有个苹果啊，干嘛干嘛？我就非常激动，然后到最后我就说，你们酒店一定有闭路电视，一定有监控，是不是？给我调出来！反正我就很生气。然后人家根本就是已经有偏见了，他也不管你说什么。到最后他就说，行吧，干嘛？拿吧，这样觉得你是贪心的或干嘛？然后我一怒之下说：“算了，我连苹果都给你，我不要了。”然后我就气冲冲地走回去那个大巴嘛，我已经是最后一个人了。然后就看到我爸，我爸就说：“哼，连苹果都亏了哦。”我觉得不好笑啊，他是不是应该关心一下我的心灵？我被误认要偷香蕉，哎，很懊恼哎。我换香蕉变成偷香蕉，最后把苹果亏了。这个故事也是被污蔑偷东西，是偷那个涂脸的那种脸霜。上一个家是在巴黎的北边，安妮索森超市叫 Monoprix 嘛，它有2层很大的，它下面有卖菜的地方，楼上是生活区。然后呢，我一开始到了，它偶尔是有减价的，我就从上面拿了2条脸霜，然后我拿着我就下去买，顺便买菜了。因为在下面是有自动的，收银台，然后你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刷了，然后一起走，没有必要说你在楼上买的东西在楼上付，楼下蔬菜区在楼下付这样子吧。那拿着那2条脸霜，我就想去自动cashier 那里去付钱，然后一刷我发现，哎，怎么他原来说的优惠没有打出来？那我想着我就不急着用，我就想说算了，那我就不要了。那我下意识的，其实我看到有工作人员就在前面，但是他们就是那种法国人，啊，等下班然后或者跟同事聊天那种，那我从来就不会去
问他们嘛，我就拿着那两条脸刷，我就蹦蹦蹦自己上去了。我想说把那两条放回去，没多久就有人手刀冲过来追着我，然后还喊了一个保安，就说哎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。然后其实当时我已经把那两个脸霜给放回去了，他就说你不要走，你刚刚拿的那个东西你已经刷了，你没有付钱，你是偷东西吗？干嘛干嘛？我说没有啊，我就把它放回去。他说你怎么放回去？怎么可能放回去？我说就是放回去啊。嗯，他说你这样不可以这样子的，你已经刷了那个 got back， 就是那个条形码，这样子的话你不付钱都可以出去的。那我说我怎么知道？而且我还没有出商店呢，商店是楼上还有一个大门呢，我还在你的商店里面，我怎么可能算是偷东西？而且我已经把那个东西放回去了，你可以去看一下。然后他说你先不要走，你先不要走。然后他就让另外一个同事去看，然后同时再下去楼下刷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这两条一样条形码的。最后就是啊，就是被误会偷东西。哦，我真的觉得很郁闷哎，当时这两个真的是我觉得所谓吃瘪就是这种东西在欧洲生活。好吧，如果你也有相关的经验，如果你也想吐槽一下外国人这种死脑筋或者带歧视的眼光的话，那你也留言告诉我吧，下次再吐槽别的东西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